聊好可爱，为什么你连在家都这么可爱，超欠揍的。小田带原型的好可爱，对啊，就是在家里那个产后嘛，月子中心逼死他们，然后你的那个哺乳羊又有那个胸垫，别人都没有，就你的有，有没有？逼死他们，喜欢穿洋装的。现在胸部也是比较很大，你好像很满意这回事哦。笑死了。好，来正面、侧面，好，然后背面，好。来，想看一下胸垫，好像小田去卸肚子，因为长这样哈。我刚刚有讲过，胸垫是可以拿的哈，胸垫是可以拿的，好，胸垫是可以拿，要自己调，这没有缝死，因为这个如果缝死的话，前面会有痕迹啦，前面会有痕迹不好看，除非你就自己加工缝，你只能缝，因为它料很薄，你只能缝就是一个这边里面的定点，对，好，不能整个穿刺过去，因为你如果这边穿刺过去，这边就会有缝痕，缝痕缝痕会不好看，所以这个没有办法做那个定死的原因是这样子，好不好？它连背面都有做高腰的设计。好啦，产后了，再摸一下肚子给大家看哦。就是这样子哦，好长，而且这个可以遮小腹，而且这可以拆开哺乳，可以啊，这個、可以拆开哺乳，好，就这样子咯，好，来换，好，弹性换，来灰色、黑色，然后小田是那蓝色，那还有粉红色，那是这个是新的韩国厂商，品质也很不错，然后是天丝的，看到吗？天丝的，然后它如果你之前买过那个丝质棉的、啊，它就是比之前丝质棉再厚大概10%到20%，好吧？